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那么今天是教师节，内道佛教的主要的导师就是我等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世界上所有的导师当中，对于佛教徒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当然在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有各自的灵性导师，都有他们的教主。凡是信仰宗教者，他们都有自己所尊奉的、所信仰的灵性导师。对于他们的创教的教主，往下的代代的导师师长们都应当要加以意念，各自的信仰者都应该对他们加以意念，去意念他们的功德。这是宗教徒的角度所应该做的。
강의 최고 위원회 때에 다들 사실 재료 때문에 잡을린 데 대해서 운동하는 덕을 남들로 와서 받았어요. 재료 때문에 며칠째 이제 기상 재료 때문에 정부 위원회 대세를 때문에 물어봤어요. 며칠째 때문에 답을 하시고 이제 끼워왔을 때 끼워 체험 탐지에서 다소 사기의 공판 맞춰 받으러 한 것 같은 거 원래 하정 땅이 싸워서 이제 다시 얘기해서 대상들이 사실 대비 대비할 때가 있었지는 소설 비밭이 뭐 같이 여기 사람들 몇 번 얘기 탐지에 그 말 좋다가 이 줄을 지지마 비밭이 뭐 했어 所以应当要了解师长的重要性假使没有师长即使我们获得了人生宝也会犯下许多的错误在生活方式各个方面都会不知所措比方说立身处世种种待人接物的行为乃至于我们营生养活的方式都可能会有很大的错误而导致许多的痛苦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行为的准则处事的方法或者是许多的科学知识的学问都仰赖着老师这是从世间人常的角度来说的那么如果从出世间的角度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导师的角色就更加的深远了他作为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的生生世世的引导者所以它的意义是更加的重要的所以应当要了解老师他的价值以及要意念老师的恩德懂得意念师恩对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如同上午所说的如此一来才能将上师的功德融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自己拥有如此的功德嗯大师如果按个注意问要不要按个注意问这里南极中心是这个顶峰当最猛破空的左手中间一般我说的这样子上面的吧那么我们请诸位法友看到十二页的上方我们现在来探讨十二页的第一句我们来探讨的是我执的过患我执的缺点我看到第一句讲到了牢固我执力鬼住于内你呢对于蒙当地我的人知道哪有去把这个错觉的人们在这个地让人受教的人的大爱这个可是大去把扎去把责任让人们在这个受教的人让人受教的人大爱人们最大的受教结发了呢이인제대처럼마시나다죽어야되겠다이거는공시바는명화자는자는또이시합용구이란말이다죽어야되겠다이냐고다설치를마다오나다죽어야되겠다이런도받아는데파도받아철도받아는거요대회는대회사진이죠다이냐고다설치를이리이리주제나대회대신거래서대회마지는대회담을사주세요다이기상고래근데무슨나이냐면다쳐서정말힘드니잡을그때약간밤새나다고자서되는거가서我们大吉那么大车车，要看我们中途吧，忙了这几天，这中途这几天差不多了。那这是蛮一个，一下就几天时间，这种多就是大家没办法吃的了，这种忙的都没用，这可是个办的，哪样子的这个。当然嘛，我说的，那你那么大岁数上的人，送这些的人，人家估计得送我要的，大多我今天当然嘛，我趁着这年轻的要的，给你碰大的我说。在这边把我执譬喻成厉鬼，它是最终会带来。灾祸的祸根所在它就在我们的心中这句话指的是这么一种意思所以真正的祸害就是自我的观念自我中心的观念我们一生都在保护都在保全的就是自我有些人这种态度比较强烈
他一辈子都汲汲营营的在守护着自我的概念，把自己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与此同时，假使不能够认识到其他友情的处境，只顾虑到自己，只以自己为中心的话，这实际上是一种缺乏智慧的表现。如果有智慧的人在看待人我关系的时候，看待自己跟他人的相处模式的时候，将会发现，假使我为了自己而去牺牲他人的利益，伤害了其他众生的话，则必然会受到他人其他众生的伤害，这样子的伤害行为反弹到自己身上来，如此就会因为造了负面的业，所以就感得不好的果报。具足智慧的人会看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从清净正法的角度而言，会看到怎么样怀着智慧来正确处理自己跟他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上，国家要能够安乐，必须要立基于自己跟他人拥有平等地位，人民为人民去谋求幸福快乐，这个角度上去发展。如此一来，那么大众都可以享受安宁，就会有好的光景。假使说今天在经营国家的时候，所盘算的都是一些政治考量，不去顾及人民所需的话，就会带来很多的灾祸。所以问题就在于是否能够察觉到根源，在于一切的根源在于我执，要从这个我执去下手，了解自己一切的痛苦都源于我执，它是最麻烦的问题。这是刚刚变了大地吃肉的地呢，大地这个做起来这个穷的我刚刚吃吃肉吃肉难吃的刚刚吃吧的，大做起来吃肉的大吃不赢的，我都没得家里赢的，你到了大了怎么吃的是多少个的，你吃的有就是多少一点呢，哦说起来一种平时动物包括这个多少是多少几百人的，哦，买萝卜，空个上嘛做，空个萝卜买上嘛做，因为确实是多少钱呢？多少钱全部都是呢？如果你要对我买出来做一点呢，或者独家的，怕了我就得浪费，怕了这个钱得浪费，这是去了的，你当然嘛不是我要的。但这种咱们人这些农户，去了不是的，又把人家的，咱们去了就把这个咱们生活的这些人民这些弄起来的，就是你们弄彻底的去。哎，要这样光顾我要的，咱们去弄个人生是这样多好他，去弄个人生啥嘛的，不一定就叫我们，这去弄个朋友的，那多钱，对一切事情这样不要的，一朋友的呢，没在这里也一朋友，哪朋友，你这是个啥出身？咱这个什么上岸的人，一定要多朋友，实际上这地方你容易到家里这样，哦，来干一点啥？你轻松干活，这样的话，要不然就没啥子可以做的。但是他跟我讲的，中国出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的同样大的呢，大的我就要不买也行。从宗教灵性的角度来讲，宗教之间的冲突纠纷往往也是来自于自我中心，只考量到自己，所以在宗教跟宗教之间就产生了矛盾纠纷，认为我的宗教我的信仰是重要的，他人的信仰就不值一提，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宗教之间需要透过研讨跟交流来改善的问题所在。那么就像是如果说今天只是我看到别人脸上的有什么样的瑕疵，别人看到我脸上有什么瑕疵，然后互相的指出这些问题，然后紧抓着这样的问题不放的话，那么就会产生更多的冲突。比方说宗教之间就是看到别人有这样子的缺点就去指责人家的缺点，对方也反过来看到你的缺点就指责你的缺点，所以麻烦就这样衍生出来了。其实不管是世间人伦的法规或者是灵性宗教的法规，其实大家的追求都是如何能够增进生命的品质，增进人们的幸福。宗教不外乎是慈心跟悲心，透过慈心跟悲心来增上人们的幸福，
如此而已。那么之所以会运用宗教反倒带来祸患，就像这边所说的最长远或者是终极的祸害，终极的祸根就是我执，所谓的牢固我执，那个牢固指的就是终极的祸根。为什么叫做祸根呢？因为它会毁坏幸福。因为当我们以自我中心来看待事物的时候，我们只在乎眼前今生的幸福，然后我们只在乎自己的幸福，于是反倒就这样的自我中心就葬送了今生的幸福，葬送了慈心跟悲心的功德。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终极的祸根。如果说我们被这样子的我执所影响的话，就会不在乎他人，或者是将他人作为牺牲的代价。在这世界上许多的苦难就从之而来的，它的问题的根源在于自我中心的。他们去了这个那没办法，那都是往口罩到大人口罩到大人呢三级的那有了大人无所谓的，我说大的出生完就慢慢慢的开始打开，大人不是不能的，如果他们拉着他拉开的，我他谁不拉的，他是南京的大的什么的，南京的大的从阴气要的，这里这里的恰当就叫拿了恰当进了当的，当拿去恰当就让他们去他说话的拿了他不对要的，这里呢这里的拿的嘛这一块的，这里上街去把它投下来，上街去把它那没法查，人也没法查着，那你你也没法查那些呢，然后大把人把查，大把人走的，那我恐怕你们你也是，说我不行，我回去看看去。你那女人大，你这他那身子大，这身子高着我了以后，咱有你就干嘛去？这是为啥子？同样要干嘛去？他同样没人，但是俺俺说吧，这个不咋。拿了钱的，但是没别人，你我忙的红的了，俺的上边的，俺的钱是钱多，俺的钱是钱多，把钱钱钱了，从东的东的多的，长隆钱钱多有的，这边的他们穷的，就农民们打的多的，好多都是南京，他的部门马这么东西办起来，很不满意。所以在真实的宗教信仰当中，我们就以佛法来说的话，是在正法的这个角度上来看，轮回的根源是自我。本来诸法是无我的，但是我们把它执着自我是存在的。佛陀就说过了，如果今天自我是实存的，那你执着它实存倒也没什么问题。那问题就在于它本身非实在，那你执着它实在。而我们怎么执着这自我呢？往往就是用手指指着自己的身体，就说我如何如何，也就是把自我跟身体画上了等号，于是就把我们的物质的身跟自己扣连在一起。但是这个身体它是会消亡的，它有一天会失去身体以后，我们就只剩下这个心的。所以我们更进一步的所依附自我能够平依的对象，就变成了这个会相续的心。于是我们就对于心所能够接受跟不能接受的事情，就采取了贪跟痴的判断。比方说有利于己的，有利于自方的自己这一方面的人，我们就产生贪心；与之对立的就产生嗔心。如同上午所说的，在成佛之前，自我只要仍然存在没有消亡的话，由自我所衍生出来的苦难就不会停止。而如果我们真的通达自我是不实存的，也就会通达他者也非实存，因为自我跟他者是对立的概念。当通达自我不实在的时候，那么自他这两方面其实也就崩解了。在这当中，当然要先晓得人我是不存在的。比方说有些人会说，哎，他人跟自我是两个啊，我们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是两个人，我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当然是从身体生理的角度来说可以成立，
两个人的身体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心仍然是相同的。但即便是你说身体等于自我，那么对于身体何处有自我，你去加以分析跟拆解之后，会发现实际上并没有办法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得到一个所谓真实的自我。那么得不到这样真实的自我，我们却又紧抓着这个真实的自我不放，在一切的所作所为当中都带着自我。比方说念诵Om Mani Padme Hum的时候，也并没有放下自我的习气，也是自我习气非常的强，那么就没有办法运用这个方法来将自己自我的习气给弱化，反倒强化了这个自我。如此一来，因为我们紧抓着自我不放，所以本来如同结冰的冰块的那个我执心就越来越强盛，就没有产生到对它做消融或者是令它被破坏的效果了。应该要晓得，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的话，一切的问题的根源都会来自于这个自我，但是真的去拆解去剖析它的时候，它是无法成立实有性的，而自我的非实有性就是我们所谓的空。人说唐丹的我不想忘记了别人加了谁不谁出了什么的忘记他不忘记了别人出了什么的出了就我说出了什么虽然几把的虽然出了到我要的我们虽然几把的虽然这个上级啊上就是做我这个虽然上级其实要的那个跑的他都上级不好的虽然这上级上帝有了上帝当然满意吧哎那不去跟你们哎你把这一把这我们可以一把这忙把头发都不去那个一把这个结果是呀等你这么说我怕的是把头可以呢你这些人忙把这个我去打这个我打这个我去你谁把这个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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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别的大地级的就把它呢哦大地级把它我有别的妈妈我什么差过别的妈妈呢什么差过来第二个是什么差过来你是能给运气了我有这就能运好运气了别人咱们人从我去不到的哎呀别过你就是什么能够做起来的得了我的差了我的他现在别的人在什么能说的懂得把你们我的地方没意思没意思我曾经他这个时候说能啥呢说能穷穷啥呢也是能这个一般人呢其实他们这个时候就不能穷他他都上街给用电脑的他们吧可以用一套不接受我们的他们要买这东西不能光顾的说能上街当然没有错了上街当然多了上街光顾的你这个早晚就够差不多了那可以用得到你要穷穷的说能吃饱呢那一片路上嘛是能吃不错过的一片路上嘛蛮严重的那你爬到什么脸卡头去了是能得到头发头发这些的光顾这些光顾他怎么打进去也是这样的样子他们说三级装的一些然后现在用什么叫人三级干嘛现在呢现在呢现在三级也是你看大地大地一地地没法就过得去这个身体没有哈过呢你一直过来讲上面的平时你要把这里过大地你没有哈过这个上街来过的这个大的谁过大的把这个上街不往头来上街去把这一地没法查出来同样的嘛这个南洋大的你把马贼的哈过上面这大的从头不用了而且呢东方你西马上面东方花车马上是长街头的买，不管你多的，十八车一个就人人打发，所以说，各地的人上工到头了，人人来这里上街工把下工头了，上工就不干。第一条说嘛，这是人碰当地的中央的养猪皮给我来吃。同一句话提到了，就是。最根本的祸根是我执，它如同在我们体内的厉鬼。这个厉鬼的意思就是带来灾祸。那什么样的灾祸呢？就是导致浪费、糟蹋掉。那个它的动词是浪费或糟蹋的意思，就是造成浪费者、造成糟蹋者。
那什么东西被浪费跟糟蹋掉呢？就是福德被糟蹋掉了。为什么？什么是福德？福德实际上就是慈悲，慈心跟悲心是我们真正的福德。就像是菩萨们之所以能够使自己跟众生都能够被安置在暂时人间的境界，究竟的一切智跟解脱的境界，是因为具足慈心跟悲心所来的福德。那么这是真正的福德，而其他带有我执的情况所做的善根是什么呢？他所做的善根是不清净的福德。虽然有福德是有福德，可是他的所培植福德的方式并非清净，所以就称为浪费了、糟蹋了这个福德。比方说布施有所求，就是一种糟蹋福德的态度，认为我现在做的这个布施是因为之后能够从接受布施的对方那边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之后他会如何回报我，我会得到从中得到什么样子的善根、什么样的福报，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在这个想法当中，他带有的是我将会获得什么什么，我要获得什么什么。那么如果不是由自己不能够从这件事情当中获得什么好处的话，就不愿意去做，所以这样子的布施就会带有吝啬心跟自我在里面，那它就变成了不清净的不清净的布施了。今天无论是出世间的宗教的传统，或者是世间的人伦的传统，在哪一种方式来度日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拥有福德的。但是要有福德的话，就必须要讲究它的方法。比方说有些人他希望布施能够让他获得福德，他希求那个福德，希求他的好处，固然他能够从中获得福德，这个福德也许可以用几辈子，在几辈子当中他可以享受这个福德带来的好处。但有一天这样子这种想法所带来的福德，终有一天它是会耗尽的。就像是商人，他想要牟利，他想要透过哪些善法来让他能够获得福德，可是因为这种态度反倒让他变得破败，就是他将来可能会就是在有限的福德用完之后，他享受了他的荣华富贵以后，因为福德已经衰损了，所以最后可能会走向破败的人生。这也是跟他的福德并非清净法的福德是有关系的。那如果今天我们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的利益去累积福德的话，比方说为了众生去做布施，那么这样子的福德确实能够承办暂时的功德利益，比方说人天的善趣，以及就近承办佛国的功德利益，它就被称为清净的福德，因为它没有自我的盘算在这里面。如果说我们之所以称我执叫做厉鬼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福德给消耗掉了。那当我们不带有自我的盘算的时候，这样子的对众生的爱、对众生的慈悲，那个就是清净的。我们上午有提到了，能够以小的善根，表面上的小善根能够承办广大利益，就是基于心里面是要利他而不是自利的这种想法。如果说我们能够这样子去做的话，即便是表面小小的善法也能够承办广大利益的。但与此相反的，如果不懂得利他的想法，则我们虽然做布施、持戒等的这些修行，它都不会真正成为六度波罗蜜多的。这样子的态度就使我们本来的六度波罗蜜多的行持遭到了破坏，变成了糟蹋。这个就是所谓的厉鬼的意思。那本师释迦牟尼佛曾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最主要的就是调伏自己的内心，自尽其意的道理。那这边所讲的心是说，我们的心的本性是具有慈心跟悲心的功德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如果你这样子的功德带着我执的话，它会糟蹋原本的功德，糟蹋福德的。所以必须要认识到我是不成立的，我跟他的对立是不成立的，如此才能够成佛。只要是没有放下自我的话，那么二取对立的自他对立的情况就不会被解决掉，如此一来是没有佛果可成的。那么要了解一切法性空，不是只是了解它空而已，在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因